小心枕边人。对对对对，就是电影里的那个什么什么掌。如来神掌。哦，如来神掌啊，如来神掌。那好，我只喝一杯。等一下，这杯酒我敬了啊。小莫，这是陆白答应我喝的一杯，你怎么给喝了？那我再喝一杯。哎，这就倒了。那个，我们先走了，你们慢慢喝吧。先告辞了，那慢点。今天果然是个鸿门宴，这顾寒的心眼儿还真多。至少现在确定他是敌非友，以后尽量避而远之。你们三个遇见了我，那是等了八辈子的呀。有钱的话就赶紧拿出来，没钱的话，我这帮兄弟可不答应。蠢货！陆白，照顾好萧默，我来应付他们。兄长，切记不要使用法术。我当然知道，等了一千年，终于有机会好好活动筋骨了。兄弟们，给我干他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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